有，没有错，这是前行任务贼，这爬到传说井九，应该是挺强的，这副起来挺有趣的、啊，基本上就是有带这种前行的牌，然后跟前行的抽牌的牌来让我们比较容易不会断牌，就诈骗啊，该带都带，比较特别是有带这个十字路口哨所啊。多一份哦，看，就降回来了。这有解大怪啦，这一副其实最弱的应该是抽牌。见习，而且其实原先就他新出的这些军器憨耳就很多都有前行。这隐秘远距机也挺强的，江湖骗子。我就是正义。听见亚门纳尔的咒骂吗？破坏他们的魔法。所以这把武器。死掉的时候会扔向另外一张。军旗潜伏。没有人发现我。我就是正义。死亡之身。等一下可以打这个，我应该留这个 combo。等一下打完这个之后，还会再拿到一个间谍工具。通。朋友要玩一把，目标消灭了。看一下这是什么间谍工具，鼹鼠。我就是正义，情报到手。血量掉超惨。他打了狂怒魔化尖啸者，所以他这边可能会有一个六费八八。其实看到死亡之身 DH 又站起来。还蛮欣慰的。哦，没有东西吗？轰过一轮哦。这张先动。零四抽两张哦。再抽牌哦。哦，攻势不败。诈骗军官。攻势不败。暗闪，出不了还挺可惜的，两张暗闪。还是归我就是正义。我这边还蛮怕他打大恶魔下来的，所以我剩很少血，剩两滴哦。像是还是死了，好像还是死了。任务降临，九滴，破坏他们的魔法。他有任何武器，我大概都会挂。破坏他们的魔法，破坏他们的魔法。
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啊。主要他不能有武器，嗯，滑翔，七费的滑翔照打啊，啊，那我就死了吗？安安，下次要再来哟。安安，可以，这个我接受。我们应该要拿一些小海盗，有海盗，有蛮多海盗都有潜行的啦，所以再配上这灰色之星做抽牌，它不是任务哎、欸。哦，野火，野火是一个非常好的牌。丧尸，有一些两费的前行，一费的前行，等一下有机会可以抽两张。他可以潜避，然后打那个对所有人、所有敌方角色造成两点伤害的四三五，那我们就会很痛苦。OK， 抽两张。这一副这个就打三了，所以可以直接解。等一下可以打这个加这个、哦。洞穴的哀嚎让我汗毛直竖。他不潜避这个。OK。军营七处勒索，朋友要玩一把。哼，这家伙玩的。面对命运吧。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非常怕那张四费牌，所以这样先不打。啊、之后还有一波清场啊！他八费还有机会有一波清场，三加四，他有另一张我们就爆了，四加三哦。他也没有要摧毁我的武器。直接英雄能力啊。暗神，想打听消息吗？目标消灭。我就是这。
变零费哦？为啥？真的变零费吗？它原先是我看不到原始费用，我打了五只哦，对，的确是零费，七减五减二。我打他的时候就三费了吗？十二加八十六，二十哦。我们有二十点爆发。还真不结这张吗？顶锤。嗯，所以他想把我点死，是不是？他下轮有那个啊，嗯，我想想，洞穴的哀嚎让我汗毛直竖。嗯，灰色之心。我就是正义。嗯，我可以按闪这一张，而这样场面压力应该不够。他应该会打八八八吧？至少他让我觉得他会想打八八八。没有打八八八，这样很多费。第二张冰锥。呵呵呵，哎，感觉有点痛啊，要把我点死了。我这里有你梦寐以求的宝贝。喂。我在录影啊！目标消灭。所以这会给五张牌。目标消灭。我不能待在这里，保护城需要我。OK， 所以我们拿到蛮多资讯，我们知道他另外一个435还在牌库里，然后他基本上只有888才能够打回这个版面。我可能也不应该给他那个降费了，因为他现在9费，他如果888的话，他888我剩一滴，然后再拿那个一费牌我就死了。刚应该给他别张吧，不要确定其他张什么，就是。这卷轴写的真好。这样我们应该没死，这样我们应该赢了。嗯。这样我们还可以打一些风怒的 play， 呵呵。两个冰锥都用掉了，做得好，徐军，我其实不知道有没有斩呢、啊。我们其实应该再摆的好一点，就是从大到小摆，因为对战场军官其实有差。徐军，可以，留不留？
米通。对面是恶魔猎人任务吗？任务暗闪，我能漏掉机密情报。我们刚刚输给内战，这顺起来也是有点憨了，有点不讲道理。不过好的牌组就应该这样啊，就是顺起来不怎么讲道理。嗯，最好的右手还是灰色之心吧。情报到手了，这样应该就要暗闪这只吧。看这边拿到什么东西，这里给鼹鼠的话超级强。我就是正义。用这个想要解他手下是不是怪怪？我这搞的话，我刚刚应该直接干连了，直接先解一个。拿炫光干扰真的很糟糕，拿炫光干扰真的很糟糕，一个比较烂的闷棍。天哪，我感觉就没有要打手下的意思。第一层解完了，降了三张一费。还想要打钱币哦，平齐勒索。朋友要玩一把。没有东西。到手了。我就是正义。啊，有点糟糕啊！我要应该裸下这一张军旗刺客，然后想办法找人解完任务吧。这个超糟糕，这个一点节奏都没有。欸，这只能放敌方手下。我的耐心有限。这如果可以放自己手下还好一点。一个比较憨的暗闪。我解牌了。欸，至少我们这张打出来了。小杰。给个鼹鼠好不好？给个鼹鼠，拜托，给个鼹鼠，拜托，给个鼹鼠。加二攻击及前行。我就是正义。有一个活下来，我们就可以抽两张。还是给个鼹鼠比较好。鼹鼠应该最强啊。差一张。下次要再来哟。下次要再来哟。降五张一费。猛啊。他那个867嘲讽现在还是出不出来，抽了五张牌还是 出不出来，三费，若被降一费是两费，可能会有光速。
事功败。破坏他们的魔法。我就是正义。这回合搞不好对我来说还蛮关键。现在塞他那个法术其实还不错，感觉。往外塞一塞，可能会让他玩一轮接完这个任务。他手上应该一大堆法术。我们这边拿风怒18，拿风怒其实会赢，就搞不好应该直接密通了，找风怒，然后战场军官，然后清场，我拿风怒不会赢，拿风怒我们还要点刀，所以刚拿风怒其实不会赢，我们可能还是直接密通了。他应该有带魔化那张，啊，这人解不完。希望他们没有带吞吞鱼，一般这一副不会带吞吞鱼啊。他自己要解任务就已经 很难解了。有多抽五张。把他洗回去哦。对，解完了。战场军官，催锐，我敢被催锐。哎，结束了，哎，结束了。情报到手了，目标消灭了。OK。奖费，等跳，他可有他有机会抽一大堆。又一个快乐的工会成员。哼哼，这个没有奖费，这要拿到一费抽一那张才会可以继续抽。他虽然把我任务奖励洗回去，可是他让我抽到战场军官了。整战。